白老了，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。礼乐人和的梦想，只能托付给未来了。来人可是中都宰大人孔丘？在下正是。请随我来。孔大夫，你可上堂再拜。孔丘，你来了。微臣孔丘，拜见君上。好啊，孔丘，寡人听说你任中都宰不过一年光景，使中都的面貌大变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君上，微臣说过，如果用周礼治国，一年可有小成，三年必有大成。寡人希望你能将自己的主张推向整个鲁国。臣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这个不难嘛。寡人给你必要的名位就是。既是易如平子大人刚死去，现在嫡子季孙思已继任国相、大司徒，但大司寇的位置还空着。三桓都想推举自己的人担当，寡人倒想把这重任给你担当。丘德薄才浅，愧难胜任。寡人支持你，让你和你的弟子重整鲁国，推行礼制，改变现在你所说的君不君、臣不臣的现状。你敢吗？小奴隶逃走了。什么？谁？林子大人，平日里最喜爱的贴身小奴齐思公。那个小家伙，父亲临终前嘱托我一定让他陪葬，快去追回来。诺。
夫子，依你之见，鲁国要想强大，可否效法齐国呢？君上，齐国的老百姓不犯法，是因为他们害怕刑法；如果人们不犯法，是因为他们讲礼义、知廉耻、有品格，那不是更好吗？选贤能，修信用，贼不作，谋不用。人不但只爱护自己的父母子女，也爱护别人的。男人安本分，女人有归宿，不论是孤儿寡母、老弱病残，都能得到照顾和供养，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，才是天下大同啊。去弄点吃的。哎，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是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。你父亲他回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听得出他的声音，他笃定想不到我带你来看他。快端过去，哎，快点儿。哎呀，父亲回来了。你一出去就是半天，我和母亲好等。你还没吃饭吧？一定饿了。别怕，你是谁？我是齐思公。孩子，父子，颜回，快请医师过来。诺，快去，快叫医师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父子，我在路上看到季府武士在追杀这孩子，就把他给救下来了。他是季氏陪葬的小奴，季府的人正在到处搜捕他呀。父子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先把他送到魏国我七兄那里，以免连累大家。不，子路，把这个孩子留下吧，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可是这恐怕会得罪季大夫的。子路，你做得对。站住！干什么？啊！你谁呀？我是敝邑司马公山钮，给我搜！
公山大人，。如果今天不交出小奴来，只怕日后见了大司徒，你不好交代吧。孔大夫，请借一步说话。孔大夫，我也厌恶三环的跋扈，我今天就当什么都没看见。你我可以化敌为友，联手合作驱逐三环掌控鲁国，你看怎么样？给个话儿啊！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时间不早了，大人，请回吧。走。各位大夫，眼看着就要举行冬季大典了，可是在冬季之前却发生了一件怪事，就是昨日姬人来报，在十只准备献祭的雄雉中，有一只作为首献的长尾雉竟然啄光了自己的雉尾，所以今日想听听各位大夫的高见，是否有必要将此次祭祀停止或者是延期。我有话说，叔孙武，你说。我以为冬季乃一年终了国家大计，不能延期也不能停止。他啄断自己的尾巴当然预兆一种天意，所以不应再以此志为限，否则就是对神灵的大不敬。所以我认为应当遵从天意，放生这只雄雉。孔丘，你看呢？君上，微臣极为赞同叔孙大夫的意见。那各位大夫呢？微臣等也赞同两位大夫的意见。既然各位大夫都这么说，那么好，这只雄雉就放归山林去吧。君上，微臣有话要讲，请讲。君上，微臣请求在我鲁国彻底废止以活人陪葬的恶俗。孔丘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因为微臣今日要为一个小奴请命。哪个小奴？就是他。伯父，这不是你们家逃走的小奴吗？孔丘，他是我家的逃奴，你竟敢私自收留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夫子，大司徒，请你赦免他吧，不要用这小奴为已故的平子大人殉葬。蚁人陪葬员是古礼。你不是一直主张恢复古礼的吗？大司徒，仁者爱人，以礼杀人则非礼也。叔孙大夫，你能仁慈地对待一只雄雉，丘拜请你也为这个已失去胳膊的小奴讲几句话吧。我们今天谈的只是关于冬季之雉的问题，这与人殉之礼无关。错，大有关系。李靖说，
天地间人为贵，用活人殉葬是残忍的陋俗。本朝自文武周公以来，早已废止。我鲁国乃周公故里，礼仪之邦，我们理应变古改制，推陈出新。君上，各位大夫，孔丘在此，冒死请求你们赦免了这个小奴吧。赦免了他吧。孔丘，季平子大人临终前有遗言，要求以生前所爱者为殉，让这小奴殉葬，并非残忍，反而正是体现大司徒对父亲的孝心和爱心啊！公山大夫，丘知道，大人作为家臣侍奉平子大夫多年。秋还听说季平子大夫生前常说他是离不开你的。对啊，没错。既然你们如此情深意厚，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又岂能少了你的陪伴呢？如果大人愿陪平子大夫同行，那秋就赞成让这个小奴随你殉葬。你给个话啊。你荒谬！看来大夫并不愿意做这个陪葬者，那么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君上，微臣的话讲完了。既然夫子言之凿凿，我看可以就放了他吧。太好了，你再也不用进来。再拜。孩子，别哭，起来吧。七子公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啊啊！我没哭，我真的可以留在这儿了。好了好了，今天难得。子路，喝点吧。好嘞。子轩，伯牛，跟我拿酒去。过来。来。这里。以后就是你的家了，他们全都是你的兄长，他们都会照看你的。知道了，夫子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就是一家人啊。嗯，夫子，真是想不到，季氏竟接受了你的倡议。酒来了。来，你呢？我拿这个。哎，贪杯啊！来，喝。来。吐了，辣死了！这孩子。孔丘在鲁国得到重用，治理鲁国，恐怕会使鲁国强大，威胁到齐国呀。鲁强必被齐患。百年以来，我历代齐军最大的梦想，就是吞并鲁国，打开西进中原的通道。孔丘治鲁已初见成效，君上，我们何不设一会盟，以祝贺鲁国礼制为名？邀请鲁军孔丘赴齐鲁交界处甲骨会盟。孔丘知文而不武，知礼而无勇，席间我们可以挟持鲁军为人质，以此要挟鲁军和三桓从此
听命于齐国。好主意呀、啊！李大夫，你可修国书一封，邀请鲁军与甲骨举行会盟，遣使送往鲁国。诺。这甲骨会盟，是我任大司寇后第一件大事，荣辱得失，关系重大。颜回，鲁军同意你任我方司礼，一切仪仗应对，要保证两国地位对等。诺。子路，不准。你跟子贡是我方可以佩剑上台的人，要谨慎保护军伤，以防不测。诺。远求，不准。你先前往甲骨，观察蒙台附近的山形地势，召集出可以隐藏的地方。这是要做什么呀，夫子？夫子，左右司马到了。参见大司寇。请。这次会盟地点是齐人定的，这块山谷野地，兵家称之为绝地。我想让你们领兵车随行，在会盟地有所戒备。大司寇，臣虽任军营司马，可这营中只有礼车，并无战车，调兵权又实际掌握在纪大司徒和公山钮手里。大司寇，听说大司徒正在毕邑和公山钮进行乡社选士之礼呢。好吧，那我去拜会两位大人。夫子，我早就听说在鲁国，这毕邑是武士农奴最多、税赋最重的生意。你们都听着，三日之内，把父老一者拉出城门，放在市中。比什么？射准。请。齐鲁之会乃国之大事，请大司徒批准司马派军车随卫鲁军，以振国威。要多少胜？500胜。这是一次友好的会盟，为何需要出动这么多军队呢？周公有教，凡文士者必以武士备之，齐乃虎狼之国，多年来想吞并我鲁国，不可不防。以武备之，好吧，那咱们就比试比试射艺吧。夫子请赛，敬酒一杯。你若赢了我，兵车给你500胜。射礼开始，请上射台。君子无戏言，赢了就给你，输了一胜你也拿不走。别反悔。亲政则见政。大司寇新官上任，心气儿很高啊。你那座毕邑城墙高过18尺，画地为牢，擅立私刑不说，还横征暴敛。此为你的领地，却民不聊生，苛政猛于虎。大司徒竟能眼见心不见。好。耀宗，敢问季孙大夫，鲁国当今是何局面？其实季氏应当忧虑的敌人，当在自家的萧墙之内。好。耀宗，我听说你没有父亲，这么好的剑术哪儿学的？我先父是个武士，不过他去世的早，小人好学，并无常识，全在自己。耀宗。好。
程大司徒李让。你此番会盟，可以给你500胜，你找他要吧。巩山牛，何为国家？因有军队，军队由谁来供养啊？不是你的鲁军，而是我毕义。对，是我们毕义。我的兵车凭什么白给你使用？难道让我的军队喝西北风去吗？在意吧。走走走。看，我说话也未必管用啊。调兵的军令我会下达，不过剩下的事你要自己看着办了。君上，参见夫子。巩山牛的兵车出动没有？也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，一车一马未动。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季孙思调兵的将令早就已经下达了嘛。你马上准备，按第二套方案。诺。走。带来这么多兵马，是不是有什么不轨之徒啊？君上放心，臣有所准备。齐主鲁克，鲁军远来，有劳齐侯下台迎驾。君上，不能纡尊降贵。有请鲁军登台。君上，鲁为公国，齐为伯国，依周礼，恭请齐侯落台迎驾。嗯，我齐国乃盟主，岂能慢待贵客呀？君上，齐鲁乃亲戚之国，鲁军前来，愿与齐军携手重定兄弟之盟。请，请，请。鲁国愿与齐国以礼相待，勇气干戈。齐鲁两国虽然是异姓诸侯，实则为手足之邦，结盟之后，两国合体无间，如同一国呀。李大夫所言甚妙，四海之内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
所以两位君上都有为周天子守土之责。二位君上，臣有一意，两国定盟之后，齐鲁为结盟之邦，有互助之责。齐国日后对外有战事，鲁国应该出兵车500乘加盟作战。好，此意不错。两位君上，微臣也有一个提议。这次会盟之后，齐鲁即结为盟邦，那么臣敢请齐国归还30年前占领的鲁国的汶上3城。我看也不是不可考虑。君上，君上，君子无戏言，言必信，行必果。来，感谢齐君承诺还我失地，干杯。孔丘，我看你们君臣今日是不想回去了。看，君侯在上，这次鲁军前来盟会是为了和平而来，所以只带了10乘战车，但鲁军为戒备盟地平安，在远方也备有500乘兵车随护，是否有必要招持到台下竞技一搏？你们看。李大夫，难道你要让这甲骨变成杀戮的战场吗？作为盟主，如此对待盟友，将来还有其他诸侯相信齐国吗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撤兵！陆公，恕我属下违命之罪。愿齐鲁两国永结盟好。我们用100辆牛车，竟然吓退了齐国的500辆战车。夫子这回出了个奇招，兵以正合以奇胜。夫子可就是这么讲的。快走啊，回去喝酒啊。君夫人呢？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呀，真是急死人了。不行，先回宫吧，走。
君父，我快四十了，做太子都做了20年了，你已如此苍老，魏国也暮气沉沉，难道你还舍不得撒手吗？鲁国的孔丘有一句名言：“唯女子以小人难养也。”国事怎么能由女人来插嘴，让女人来操持？夫人回来了。君上，太子有何要事这样唐突求见？公三纽托人带话，不是问你。啊，是鲁国季氏的家臣公三纽，不知何故想要投靠魏国，差人来探口风了。哦，难道我们魏国成了收破烂的？所以我才没有答应啊。公山牛准备投奔报效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收留他？收留公山牛对魏国的将来没有好处。嗯，公山牛侍奉鲁国季氏多年，季平子对他不薄，给了他庇义不说，还免了他多年的税赋。如今他竟结交异邦，背叛旧主，如此反复之小人，谁敢用他？我可以驾驭他。你先驾驭好你自己再说吧。鲁魏两国一向相依相存，如果我们收留了公山纽，不就得罪鲁国了吗？你有没有想到，西有强大的晋国，南有称王的楚国，我们处四战之地，失去友邦，孤立无援了，怎么办呢？出去。下一次可别再……如果再有下一次，你就不再是太子了。太子连这些利害关系都看不透，我怎么让他执政啊？啊！把孔子请来吧，他可以辅助教诸位公子，魏国就可以无忧了。君上，写封国书礼聘孔子。那孔丘他肯来吗？孔子一直怀才不遇，在鲁国的仕途受三桓制约，也障碍重重。这聘书表示我们重视他，他来最好，不来，鲁国也会重用。鲁国强大可以制衡齐国，也不坏。这是什么？魏国和齐国都送来了国书，我们再不用夫子，别人可就要用他了。只是不知诸位爱卿意下如何呀？等等，这个出身来历不明的庶子孔丘，君上，你在一年之内把他由一介布衣先提拔为中都大夫，再提拔为大司寇，位列鲁国上卿，现在还要重用重用，君上还打算把他捧上天吗？此次齐鲁会盟，孔丘收复失地，扬我国威，举国上下无不传颂。孔丘虽出身庶民，但你先父已承认他是宋国公卿之后，有贵族血脉，他不费一兵一卒讨回了失陷多年的汶上三城。他虽然一介布衣，却有一套以礼治国的施政理想。先父过世后，大司寇已让孔丘做了，鄙人就再把这个国相也让他代理了吧。他日奏报周天子，我就只留个大司徒一职吧。好。哎呀，没想到大司徒是如此的让贤。好，实在是难得呀。哎呀，当此国家多事之秋，正是用人之际。不仅孔丘，其一般弟子
也大有可用之才呀。大夫，你这都是周朝的旧礼了。我派在宫里的侍者密报，当了代国相的孔丘近日不务正事，不知是何用意，一直在忙于修建五子台。他不是说为了防范水灾吗？伯父，他说是为了防范水灾，我看他急着修五子台的目的怕是别有用心呐。哼，孔丘不过是一介庶民匹夫，君上已经让他做了大司寇，还不够，又让他做了代国相。伯父，你说孔丘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？又不吃屎了！再结巴就割了你的舌头！滚！仲尼。这是我为你新调的黑漆，绝对不怕水的。你试试。嗯，很好，夫子。我整理好了呈报宫里的文书，你阅下吧。好。好。公伯僚，备车。这么晚了还要出去？有急事，要连夜进宫。哎，你醒醒，公伯僚！哎呀，你别碰我！哎，朽木不可雕也，由他睡吧。夫子。你忙了一天的公事，还要连夜入朝，太辛苦了。为了鲁国的生民社稷，再累也值啊。夫子，要拆除三家城墙，会不会即使三城反叛，变声不测啊？要铲除三环的势力，是时候了。嗯，要拆就得快。夫子，我觉得这么做太冒险了。是，夫子，这样实在是太冒险了。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还考虑什么呀？弟子们，我的先师资产大夫有两句名言，你们都要终身记取。苟利国家，生死以之。是，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我们现在做的一切，不仅是为了眼前的成败。提出徽三都之意。什么叫做徽三都？我周朝开国时定有礼制，诸侯贵卿的采邑所建城墙不能超过18尺，就是为了防止大夫们日后拥城自大，各自为政。近几十年来，三都竟成了家臣的私产，城墙也越修越高。因此，微臣提议削掉这三座高城，打破格局。姿势体大，这可是剂猛药。你有胜算吗？
要做到万无一失，否则可是会出大乱子的。臣来是卜了一卦，相此为群龙无首。群龙无首变卦正是上机，要强攻势，就必须以大夫变家臣，让他们群龙无首。好酒好肉的招待我这个小侄儿，谢大司徒，谢大司徒，说来就来了吧？啊，多狠呐！挥三都，拆城墙是要挖了我们的根，孔丘竟然要削夺我们三家的采邑封地。你说我们的封地，我们还有封地吗？啊，孟家的也许还姓孟，你叔家的封地是姓叔呢，还是姓侯？毕邑还是我的吗？孔丘要拆，好啊，那是在帮咱们呢。伯父，我们该作何打算？老子说过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支持孔丘，回三都。快点，再快点！下半夜一定要赶到毕邑，并且诛山将军。将将。国相，你报。诺。叔孙武大夫领地的叛臣侯凡已逃出后邑，叔孙子高的军队现已顺利占领该城。好极了，就应该这样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人祝贺代国相施政马到成功。来，干杯！今日我们喝他个一醉方休。慢。事情还没有完，侯凡这一跑必有后患。那就快让叔孙子高拆城吧，防止叛贼卷土重来。我来时看到拆城大军已在城外扎营了，你的毕邑很快就会被夷为平地，你现在啊得赶紧想办法让他来拆吧。都城屈服就一定会空虚，那我就趁机先反，直取都城，杀死孔丘，赶走三桓。站住！站住！停车减刑！你没看到这是季氏的人马吗？来送毕邑的田帅，运到宫里去的，让开！大司寇有命。凡进城的货物车马，一律不好！有刁蛮，快搬城门！关键时刻，季大司徒哪儿去了？他出城狩猎去了。军上，军上小心，不要硬拼，坚持一个时辰，把叛军引到五子台。诺。季氏狩猎，可真会挑时候啊。国君孔丘三桓，你们听着，今天我奉平子大人在天之命，把你们这帮逆天叛道之众收拾了。是。
给我杀！屈服即报，正如你所预料的，公山鸟已被击溃于五子台。那还等什么呢？出兵，力擒公山鸟。诺！出兵，上擒公山鸟！我的诚意不能拆，为什么？诚意是扼守齐鲁交界山口的城堡，是要塞，立高墙是为了防御齐人，拆不得。你这个人怎么出尔反尔啊？归三都，当初你不是同意的吗？你让他把话说完。孔丘取回汶上三城，三城原来是你季家的采邑领地，
可还给你季氏了吗？没有，归鲁公了。孔丘退三都，从后邑赶走了侯凡。现在的义宰是谁？是孔丘的弟子子高。那裨邑可回到你季氏手中了？也没有。现在鲁公任命的裨邑大夫是子路，怎么样？再拿走我的城邑，也由鲁公来控制。请问，我们三家还有一片土一座城吗？二位大人，难道你们真想把鲁国交给鲁君主，交给孔丘吗？戴国相，大司徒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，请稍等，我去通报。夫子，这可是孟氏和舒氏的马车啊。宗主，孔丘求见。宗主，孔丘求见。不见。他们都在里面啊。喂，夫子，这可真是孟氏和舒氏的马车呀，我认识。哎，驾。夫子驾。夫子驾。夫子，听我说，拆了这三座城，咱们全鲁国就都是一家人了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好，哎，父亲，父亲，齐军离边境还有多远？不足三十里了。但是齐军派来的使节黎厨还带了礼物。礼物？什么礼物？齐公五女八十人，民居百余匹。嗯。那黎厨怎么说？他说，必须罢黜孔丘。连夜进宫，觐见君上。叫。代国相到。君上，不能撤，三城已收回两个。岂能功亏一篑？你知道吗？黎厨领骑兵3万就在边境对岸，随时可以冲过来。一旦和城邑里应外合，我们将后退无路。惠三都是定好的国策，君上，治世仁人，宁杀身以成仁，不可以求生而害人呐。战败了，谁还在乎你有没有仁义？世上只有成败，仁与不仁，那只是说辞。你忘了吗？先君昭公被三桓联手赶出鲁国，流亡到死。要是三桓和寡人翻脸，寡人的下场恐怕会比先君昭公还惨。君上，不要再说了。白日以来，寡人一直是支持父子的，季氏也是如此。昨晚他连夜进宫找到寡人，听得出是话里有话。挥三都挥到城邑那儿，却使得齐国趁虚而入，押上了3万大军，挥出了一个天下大乱。孔丘啊，孔丘，孔丘，有时候你应该学学寡人，装点呆，卖点傻。你的师尊老子不是说过吗？无为方能无不为。孔丘啊，当今之事，王纲失序，天下纷乱，可你还是要一意孤行，推行礼乐仁义吗？
秋惭愧，一无所成。那就索性放弃吧。名爵者，功器也，不可久居。那弟子何去何从？毕竟不能像葫芦一样挂在门楣上，无用于世。无用，安之不是大用？弱则生，柔则存。天下莫弱于水，而攻坚者莫之能胜。上善若水啊！先生微言大义，吾道一以贯之。先生的道是大象无形，超然物外，不限于世间，而我的道则在人间。那就不要在意天下的误解吧。富者赠人以金，我没有金子，就赠你这几句话吧。最终大计已经完毕了，给贵族们分鸡肉了吗？分了，已经分完了。按照你的吩咐，唯独没有给代国相孔丘家送。父亲，喝点吧。别等了，今年的祭肉不会送来了。大人，什么事啊？夫子说他想谒见国君。君上哪有时间见他？叫他别想了。这样，你把这个交给他，别说是我给的，就说是君上让你亲自转给他的。孔丘是个聪明人，见到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诺，我这就送去。还有这个，够你买块好地了，回家吧，明白吗？明白，谢大人。来呀，把齐国送来的马都拉回马厩去吧，要下雨了。谢大人。诺，把马牵起来送回马厩去。父亲，公伯辽回来了，君上还让他送来了这个。玉珏，父亲，君上为什么要送来这个？君上亲手给的吗？他说是的，父亲。公伯辽把东西交给我，就走了。他说他以后不会回来了。这面是礼乐的象征，一直是你最珍贵的。
经是身外之物了。父亲，父亲，等雨停了吧。照顾好你们的母亲。夫子，颜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夫子是行，弟子是影，我要跟夫子一起走。老实说，我还不知道要去哪儿。夫子。颜回，你有才干，在官府能找到好的差事，可跟着我却要抛妻别子，背井离乡，你会后悔的。不，绝不。颜回，你看前面没有平坦的道路，也没有富贵的生活，只有大野苍茫。你不怕？告诉我，我究竟错在哪里？要弟子直说吗？当然。夫子错把自己的全部理想都寄托在了鲁军的身上。夫子，你曾经对我说过，如果人不能改变世界，那么就应当去改变自己的内心。好，说得好，求人得人有何怨？来了，夫子，我和冉求因为有公职在身，得交代好了才能动身出来，所以晚了。是啊，夫子，你看，我们把木简、文书都拉过来了。夫子，没有我，谁来给你驾车？再说了，出远门有我子路在，看谁敢对夫子无礼！是啊，
夫子。想不到他的呼噜声比我还要大。我们走。本使受魏国国君和君夫人之托，欢迎孔夫子一行来我魏国。夫子沿途对我们魏国的印象如何呀？比起鲁国，魏国人口众多呀。是啊，人口这么多，很乱呐，不好治理。那你说，怎么治理才会不乱呢？要让百姓富足，可现在富足的人不少啊，社会并不安定啊。那是风气不好，要教化人们。好啊，好。夫子是大儒，那就请夫子在敝国开堂设教，寡人在南郊为夫子批处学馆，每年给你60000担粟米，够用了吧？谢君上。寡人还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呀。夫子，你看，我们魏国地处四面受战之地，那些个邻国哪个不想吞掉我们魏国？所以，寡人想请夫子帮助练练兵啊。小人流亡之人，何敢言兵啊？不过寡人倒是听说夫子颇善治兵打仗的呀。如果君上问小人祭祀礼乐之事，小人略通一二。军容征战之事，则非小人所擅长啊。好吧好吧，寡人不强求你。不过有一件事情你可得答应啊。微臣是客，悉听遵命。寡人的夫人男子想见见你。哎，夫子就不要推脱了。诺。不如不见。夫子可知道这位君夫人名声不佳，那女人虽然美艳无比，可她是个妖姬，在魏国声名狼藉啊。夫子啊，你不了解这个女人过去的故事吧？哎呀，这个男子啊，原本是宋国公室之女，他在宋国与宋公子相好，出过丑闻呐。别管这些闲话了。你知道现在魏国是谁当家呀？当然是我们魏军了。我看不是。魏国内政很乱，政出多门。我看魏国真正当家的还是这位男子。这个孔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依寡人看，不过是个落魄的夫子，
满口礼乐的书呆子。一颦一见，交情乃现。这个孔丘是个有本事的人，你要好好待他。我还想着有一天请他做我们小公子的夫子呢。我已经答应他了，每年给他60,000担粟米。先就坐，请稍后，君夫人这就过来。微臣孔丘拜见君夫人。你就是著名的夫子孔丘吗？孔夫子，请坐起来吧。谢君夫人。说你常讲仁者爱人，是吧？那你那个人字里，包不包括像我这种名声不好的女人呢？听说你在敝国传授诗。是。小童也爱读诗。有一句话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请问夫子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首诗的意思就是，君子好美，但求之以礼。在诗300篇中，有好多篇是关乎于男女情爱啊。诗300篇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，就是情思深深而没有邪念。我自幼喜欢诵读诗篇，不知可否拜你为师呢？我在魏国收了一个新学生，名叫卜商。这学生虽然年幼，却是个神童，他跟我学诗很有见地，微臣可以推荐他来伴你读诗。朝中大臣纷纷议论你游说君王以礼让治国，
你那套行得通吗？能以礼让治国，是国家社稷、人民之福，有什么难处不能克服呢？礼法丧失，国家就会混乱。男人的本性就是贪财好色，为此争得头破血流，这也是天性，要克服难呢。正因为难，才能考验出君子。夫子，你真的把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看得这么重要吗？我的信念是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夫子可否留在魏国，我们再见面。微臣不变。不变什么？有何不变？微臣从没见过如此好德如好色的人。世人也许很容易了解夫子的痛苦，但未必能体会夫子在痛苦中所领悟到的境界。我们看来该离开魏国了。为什么？这里迟早要大乱。大家跟上，快到了！跟上，跟上，快跟上！跟上，跟上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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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人也许很容易了解夫子的痛苦，但未必能体会夫子在痛苦中所领悟到的境界。Thank you.
三拜，请夫子授课。诗书礼乐都是君子的必修，从今天起大家就一起修行。君使臣以礼，臣视君以忠，以忠孝为本，可以使人道和谐，百业兴旺。我们不听你们的一段邪说。近之可以服侍父母，远之可以怀柔有邦，还可以使人认识很多鸟兽草木的名称。这是大司马桓颓的命令，让你们滚出索国去。皇上，快离开这儿吧。夫子，我们走吧。请问各位老乡，渡口在哪里啊？渡口啊，哎，那个坐在车上的人是谁啊？是孔夫子。孔夫子是鲁国的名士孔丘吗？啊，正是啊。他不是无所不知的圣人吗？那还不知道渡口在哪儿啊？啊，你们与其跟着他四处流浪，还不如跟我们在此种田，躲避乱世吧。哎，就是啊，留下来种田吧。对呀，就跟我们一起隐居吧。他的那一套行不通的，留下来吧。你们，哎呀，你们笑什么笑啊？你们，我们走吧。哎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到前面再问吧。得了，得了，别走啊！哎，别走啊！回来啊！好好好，我们继续干活吧。肥儿，最近可听到过孔丘的消息吗？听说他们在魏国住了些日子，后来到了郑国，最近又去了陈国。国为思将，国难思相。当年会盟，孔丘不战而克齐，收复三城。可是后来我们把他逐走，看来是中了齐人的奸计。眼下定公已逝，新君年幼，齐国趁火打劫，大军压境，鲁国的国力已大不如前了。真的要打，也兵无良将。现在我要你做一件事，迎请孔丘回鲁。父亲，我们先前对孔子不善，使其远走他乡，如今又请他回来，恐遭天下人耻笑。要不先派人把冉求请回来，此人是孔子的大弟子，很会用兵，用他对付齐军应绰绰有余。也好，就先请回冉求。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夫子不好了，快起来吧！吴国人来打陈国了，我们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夫子，快走！快！现已兵临城下，夫子，狄大夫恳请夫子同意，冉求回国助战。夫子，为了鲁国，你就答应了吧。夫子不能让冉求去，现在乱了才想起我们来了。
忘了当初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。你们怎么找到我的？一个老乡人告诉我们，说东面有个外乡人，骑鹅像尧帝，骑肩像子产，神气像大人物，却狼狈的像丧家之犬。我们一猜就是夫子你。大人物不敢当啊，其实我什么也不像，就像一只丧家之犬，给他们说准了。夫子，你常说学以致用，国威用将，大司徒派人召冉求回国，可见鲁国已危在旦夕，我们身为鲁国人，岂能袖手旁观？颜回，你说的对。鲁国在危难中，我应该让你们回去，力挽危局于鲁。燕秋，你就去吧，我等你们的好消息。夫子，等打成这一仗，我一定接你回鲁国。拜见大司徒。父亲，冉求果然不负众望，狼邑一战大败齐军，齐军已退回了边境。国不会亏待你的。我要请君上把汶上三城赏给你管。大司徒，小人不要汶上三城，小人只有一个请求。说。小人的恩师孔子，这些年一直在各国传道学说，颠沛流离。可是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鲁国。小人恳请大司徒派人请恩师回鲁国吧。这个嘛，还要包请君上再说。我看你确实是个人才，就留下给我做个家大夫吧。不要再跟着孔丘四处奔波了。你们看，九尾鸟，这种鸟飞过，这是说前面的村庄离我们不远了。有村庄了？真的？哎，太好了，有村庄就可以找到粮食充饥了。大家快走，走走，早点吃。没人呢，看来这个村子就被乱兵给烧光了。快走，快走，看有没有人。大家都很累了，把这里收拾一下，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在这里过夜。嗯。夫子，你看我们好像被蔡人堵在这山谷里了。夫子，刚才我在后山坡上发现一条小路，很险，好像可以通到山下。我先带个人去试试，看能不能下山去找些吃的来。要能找到人来接应我们就好了。你们就在这里歇着等我吧。子贡啊，你总是有办法的，早去早回。好，子高，哎，你随我来。好，走，下去干吧。
为善者，天必报之以福。难道我们做错了事情吗？为什么现在天让我们在这里雪凉挨饿呢？是啊，夫子道高，故当事者难用，只能说明他们愚钝。夫子说过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夫子在以贤圣待饭呢。夫子，你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，这是最后一碗马肉汤，把它喝了吧。没事吧，师兄？子路，你喝点吧。夫子，我不喝。你喝。你也喝一点儿。让他们每个人喝一口吧。我不饿，你们喝吧。醒过来了，夫子，你没事了，夫子，你感觉好一点吗？夫子，醒了，第二个，这也不能醒了。我回来晚了，你走就是七天，再晚回来一天，可能就见不到我们了。夫子，你醒了。子贡，哎，快告诉我，外面怎么样啊？夫子。我们离开山谷，被追杀，差点丧命。多亏了子洛七兄颜卓巨带人来接应我们，才知道这段时间里天下大乱啊！吴人吞并了郑国，楚人吞并了蔡国，把蔡人南迁了。
夫子。卫灵公已死，魏国新君十分赏识子路，要请他去魏国做仆役的大夫。哎呀，你们还都愣着干什么呀？我还等着吃烤羊腿呢，来烧水宰羊。宰羊来了。弟子收到赏识，我当然高兴。可是，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，眼下魏国政局不稳定啊，我其实不大赞成你这次出使。夫子，等我治理好仆役，我会尽快的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，平定魏国内乱，然后请夫子去当相国。为政，不能急于求成啊。子路，你的性格逞强好胜，在乱世是很危险的。夫子，我知道了。我之所以急于求成，无非是想尽快的实现夫子的理智和大同的理想。执政者，外政衣冠礼仪，内政品德心灵。你要记住，凡非礼者，勿视，勿听，勿言，勿动。夫子的教诲，弟子终身不忘。祁司公，路上小心啊。夫子，夫子，夫子多保重，弟子告辞了。夫子，走。夫子，快点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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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
父子，吃点东西吧。父子，已经四个时辰了，怕是缓不过来了。父子，你放手吧啊！父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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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子。父子，你还是吃一点东西吧。父子没有回来，父亲已派人去了。据说他们已到了鲁国边境。他生我的气了，不原谅我，替我把他请回来。见到他，把这个交给他，他就肯回来了。父子。父子，齐子贡，你回来了！父子，齐子贡回来了！父子，齐子贡回来了！齐子贡回来了！父子，父子，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子路呢？子路师兄，子路师兄他死了。魏国内乱，杨虎从晋国杀来篡位，子路为了保护幼小的魏军，浴血奋战迎击敌人，他被杀害了。君子就是死，官帽也要堂堂正正。壮哉，子路！不愧为真君子。这是父亲让我献给你的玉环。孔大人，我父亲他快不行了。夫子，弟子又见到你了。冉求，哎，你也回来了。夫子，我，夫子，季大司徒重病多年，不理朝政，恐是来日无多了。他反省往事，觉得当年驱走夫子，犯下大错，所以
派公子前来请夫子回国，还说要当面向夫子谢罪。夫子，请回鲁国吧。还者归还也。起来吧。夫子，为了鲁国的社稷啊，回吧。我可以回去，但你要转告他们，我只想专心讲学，请他们以后不要用正事来扰我。弟子定将转告，定会遵从夫子的意愿。夫子，你们收拾一下，准备回家吧。我们要回鲁国了，我们都回鲁国了，回家了，我们回家了，我们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父亲，孔子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，就快到了。去吧，去替我把他迎回来。我的父母之邦，我终于回来了。夫子，你刚才在讲什么？啊，我没说什么。你们把那部《鲁春秋》拿去吧。好。
谢我，因为这部书；误解我，也是因为这部书。兰芝衣，洋洋气象，中香共知，悠悠其芳，不采而配，自损之长。